我岂能够供应给各位听？你就相信说，痛苦，当他那个身体他会所不得。为什么？就像一个人，你房子住了80年了，你突然间给他请出去，说这个房子请你离开，他是打死都不出去呀。道理是一样的，他已经习惯80年了。所以我都跟王泽说呢，这个房子不行了，裂开了。我们现在墙壁会潮湿，叫壁癌。那么这个房子呢，快倒塌了，不能住了。这个房子要改建了，我都用这样跟他开示。那我就告诉王总说，你就好像脱掉一个衣服一样，轻轻的把它脱下来。所以这个神术呢，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追思，慎终追远？因为他很清楚，很明白，祖孙你没有孝顺。所以为什么临终观里面讲，不能马上给他送冰库？为什么入寒冰地狱？我刚才讲过，他神师傅怎么知道？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，王者，他糖尿病，他脚锯断了。他本来一辈子就是很苦很穷，啊，偏偏又得癌症。那送到呢，我们这边第三殡仪馆的时候，在三峡。在助念，那我在后面助念。那前面有个师兄跟他讲，所以我刚才讲说那个探温法不能随便说，他就跟他探温了，助念完就跟他探温了。啊，我在后面听了，他按到他的肚子那边腹部啊，就温温的了。说哎呀，某某师兄不得了啊，你不能够万年放下，那你肚子温温的，那就到恶鬼道去了。他眼睛睁大大的，嘴巴开开的。脸色苍白，你怎么办？那我那时候他讲的时候呢，啊，我在后面说啊，惨了，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？后来他女儿就拜托我，他说黄师兄，拜托你跟我爸爸说话。他头都变又盖起来了，那我就开始又说话了，我就一直说净土的殊胜啦，那这个世间呢，啊，佛陀跟我们讲苦空无常无我啊。苦苦坏苦行苦，我都一直讲苦。我说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一辈子受苦受难，糖尿病，最后把腿锯掉，最后要洗肾，最后躲着癌症。我说你一生都是苦，生苦、辛苦、病苦。我就跟他讲，后来他说，你这个时候如果发菩提心呢，求生极乐还来得及。说到后来，我自己都快哭了。他不哭，我都哭了。他大概被我感动了，我就一直给他安慰，一直给他鼓励。最后把他再把他助念一段期间呢，陀罗尼被掀起来，眼睛闭起来了，嘴巴合起来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这个是王者。那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断气，他心思很清楚啊。我们《地藏经》里面讲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讲真的，要舍离的时候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讲是很简单啊，做那就很难，除非你是意志识字。有位师姐专门跟人家助念的，她是单亲家庭，生了一个17岁的智障儿，她要走的时候走不开。他什么都放下了，就这个智障哦，他放不下。为什么？他一直想说，如果我走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所以你只要有个牵挂，那个牵挂就绑住你。广经老和尚讲，你只要贪得人间一枝草，往生就没有混了。那旁边带共修的那个师姐就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某某师姐，你这样不行了，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你会堕落了。”他被他责骂到吼，病人也不想念佛了。他不晓得他在想什么，他就跟旁边那个师讲说：“
不然换你来躺这里。整个助练团大家都眼睛睁大大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他们就去生智慧了，就去找道正法师。道正法师专门在做临终关怀还有病人的关怀，他就来了以后就握住他的手，他说，你这双手呢，平常这么辛苦的修六度菩萨行，为谁辛苦为谁忙。他听了书经开示以后，再配合佛号以后，他心柔软下来以后，眼泪掉出来，他说，为众生，为佛法。那书就跟他讲，回归哪里呢？他说，回归极乐世界。他说，那就对啦。然后书就帮他按摩双腿，他说，这两只腿呢，为众生辛苦，为众生忙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他眼泪又掉下来，他说，为众生，为佛法，为菩提，为生净土。那书就说，对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合掌来念佛。师父帮他手按摩一下，腿按摩一下以后，再跟他开导以后，说佛法以后，念佛以后，30分钟以后往生了，安详往生。往生前师父跟他讲他最牵挂的事情，他说，你就安心的跟佛阿弥陀去极乐世界，你小孩的问题我们会帮你处理，我们请社会福利机构，我们请政府来关心你小孩的事情，交给国家照顾，交给社会福利机构来照顾，你安心的去极乐世界，你去你才有办法护念你这个智障儿，你没有去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自顾不暇，你也救不了他。后来书在跟他说佛法以后呢，他就安详往生了。所以临终关怀很重要。